大家好，我是恩科。今天我一个人做个砂锅肚包肉，就这么几个就够了，就到这就够了吧。哥，哎，在干啥呢？做肚包肉呢，正好。就这么小锅，我们这么几个。哎，你们去找别的锅吧。哎呀，哥，这大砂锅也是砂锅吗？嗯。用这穿那个调调就不就行了吗？把炉子也拿出来。行行行，我去。来，我帮忙。哎。你们这从哪过来的？从他们家。最近忙啥呢，兄弟？最近这不是开始办拉大幕了吗？摔跤。哦，摔跤比赛是吧？不吃人科哥家的肚包肉，浑身没劲嘛。那今天多吃点。够了，肚包肉。肚包肉吃成了。哎，给周杰全打了吧。煮煮了。嗯。要不然咱们四个不够吃。酱油。哎，好。再来点吧，哥，再来点吧。一个小时能吃了，所以开了一会儿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恩科。哦，你是小恩科。